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学习《论语》第十五篇《卫灵公》上半部分。原文第一章：卫灵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主斗之事，则常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谓之学也。”明日遂行，在臣绝粮，从者病，莫人心。子路运谏曰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阵呢、这个臣字念阵哈，是指这个军队里面的航母行列。那卫灵公呢就问军事上面的事，就问孔子，但是孔子就说呢，这个煮豆哈，煮豆是礼器哈，盛放食物的。他我就闻呢，其实也是学呢，我就学过啊，军旅之事呢就没有学过，这是托辞。其实他学过，就不想告诉他，为什么不想告诉他？因为你治理一个国家，你首先要讲这个道义，其次才是讲军事哈。你一个无道之君，你要还去打仗，这不行的。他走了之后呢，他就是啊，他中间又经过了曹国、宋国，他然后再去陈国的路上啊，他就因为吴国在攻打陈国，他就粮食就没有了，然后。从者就他学生呢都病了，就站不起来了，莫人心就起不来了。那子路呢就很生气，他觉得一个人呢应该善有善报的嘛，就是君子啊，你是好学修德的人，怎么也会困穷呢？那孔子说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这个固穷啊，这个固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固守道义。固守道义于穷困之时哈，但跟那个穷斯滥矣这个就相对来说，它就这个意思，坚固的意思哈，固守道义啊，固守其穷，但是在守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守的是道义。下一章，子曰：“次也。”如以愚为多学而智之者愚。对曰：“然，非愚。”曰：“非也。愚亦贯之。”孔子呢就对子贡说啊，就说你是因为我，你以为我是通过这个博学才能够通晓的嘛，对吗？那子贡就说呢：“是啊。”就这个，然后他又回答：“非愚。”他说：“不是吗？”就他本来是这么以为的，他听这么孔子这么一说，有点疑虑了。孔子就说呢：“非也，愚亦贯之。”这亦贯之啊，他博学啊，其实还是个基础，对吧？你还是要去多学，多学呢。但是就好像是一串。铜钱哈，他说一以贯之，你要用一根绳子贯穿它，不然它就是比较散乱了，你就不通大道了，对吗？那这个一以贯之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道，或者说我们说是仁义，对吗？圣人是大道，你要贯穿的。但是你如果不去勤学的话，不去博学的话，你只有一根绳子，你去贯什么呢？下一章，子曰：“由知德者鲜矣。”就是了解这个义理的人呢、很少哈、这就是这个应该是跟在臣绝粮啊，跟子路的那个对话呀，应该是一起的。下一章，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顺也与？夫何为哉？公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孔子就说：“这个顺啊，无为而治。他顺就是他
不需要有什么作为，为什么不需要有什么作为呢？因为它这个舜呢，它是尧啊，禅让，尧本来就是一个明君，他就是要继承这个尧的礼仪制度，然后呢再用人为贤，这样就显得他好像没有太大的作为啊，就所谓的无为啊，其实这是一种最好的有为了。下一章，子张问行，子曰。主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，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周礼，行乎哉？立，则见其参于前也；在于，则见其已于恒也。弗然后行，子张书诸身。这子张问行呢，其实同这个问答差不多的意思，其实还就是问答，就是怎么样才能通达哈，怎么行得通？那孔子就从言行两方面来说了，他就说言要忠信，行呢要笃敬。他说，如果你做到啊，你不管在哪里，蛮貊之邦，哪怕不太有礼仪的这个夷狄之邦，你也行得通。如果你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呢，你就是周礼哈，周礼就是乡里的意思，你也行不通。立啊。这路起就见，好像你站在这里，你就觉得他，就在前面一样。然后呢，在于呢，你如果在这个车里面呢，你又觉得他好像是在这个车轭，忽然后行。就行事啊，一定要有忠信和笃敬。然后子张呢，就把它写到身上面，身就是这个衣带啊，就衣带很长，就是打结之后还会垂下一部分，这叫身。那就把它写在上面，就说终身不忘啊，就是下一章。子曰：“直哉，始于邦有道如始，邦无道如始。”君子哉，蘧伯玉！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这孔子呢，就称赞这个始于啊，这个人很直啊，就不管说国家有道无道，他都很直。这个始啊，就是见，见都是很直，就是这个人为人处事很直。那对蘧伯玉的评价呢，就是君子，这是更高的一种评价哈。就邦有道呢，他就出世；邦无道呢，他卷而怀之，他就可能就隐居起来了。这是一种自保的哈，自保的方法，就是这种方法是更好的，他觉得哈。下一章。子曰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是仁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是言。智者不是仁，亦不是言。”就是我们说话要看对象啊，就是有些说出去的话呢，如果对方接受不了，就是理解不了，没有用，不用去说。你说了就失言，你这个话就说错了啊，你就。但是如果你这个话可以说。但是因为你不了解对方这个人，你不说，或者你就是不说，你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你就失人了，对吗？有一些该说的话，对方是可以说的，说给对方听的，对方这个对象呢是可以的，就失人了。下一章，子曰：“治世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生以成仁。”治世呢，就是有志之士，仁人仁德之人。这一章同那个始于那一章对照来看，就说这个邦无道卷而怀之啊，这个君子就是有时候这个弊患呢，我们说也不是绝对的，有的时候呢，这个时机呢，或者说呢这个情境呢。就是要求你呢，
舍身取义、杀身成仁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能贪生怕死，就要视死如归了。下一章，子贡问为人，子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居士邦也，视其大夫之贤者，有其事之仁者。”这子贡啊，问的可能不是人本身哈，而是达到人的一些条件。那就孔子就打了个比喻啊，“工欲善其事”，就是说，这工人呢，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啊，你的工具一定要精密，对吧？那就是同样的就说了，就是如果你要成人的话，那你交往的人一定要选好，对吗？这个交往这个士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大夫的地位比较高，但是我们可以。就是说，比通称的话，就是说呢，其实一个就是交友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交友者友，这个友呢，或者说是也可以是我们的上级也是同事朋友之间，你要选择能够辅仁的人啊，友义辅仁嘛，对吗？文以会友嘛。下一章，颜渊问为邦，子曰。行下之时，乘阴之路，浮舟之冕，越者少武，放正身，远宁人，正身迎，宁人待。颜渊呢，就问这个治国之道。那孔子就说了三个方面：下之时，就下代的立法，这是最好的啊！你夏商周啊，下代的立法。它其实也是个阴阳合历啊，但它这个阴历啊，它的比较合理哈，这个定的比较合理。阴之路啊，路就是大的意思啊，道路的路也称道路的路，就大车。大车呢，它阴的大车是以这个木头做的，它很坚固啊，很坚固。它周朝的车呢，那就是什么金玉啊，就很比较奢侈了，就没有必要了哈。所以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朴素节俭的方面来看，就阴之路，周之冕呢，冕就是冠啊冠。那周朝的这个冕呢，它也已经比较已经比较华美了。但是因为这个冕呢，它头上戴的帽子比较小的，不会太浪费。但是你该有的这个。礼仪制度啊，该有的花销啊，你也还是要有的，不是绝对的节约，就是周之冕。那乐者少武，少武是舜的时候的舞蹈了，它就是尽善尽美了。那下面这一个倒是远宁人，这个是对的哈。这个宁呢，它是一个有口才的意思，但宁人呢，那就是往往这种不太好，就是这个人的口才当然有好的，但是言不符实啊，才能。谄媚辩己之人，那就是放正身。正身我们怎么看？它里面有好的，有不好的，不能说绝对的放正身。它正身呢，里面有一些这个男女啊，这个自由恋爱的爱情的诗歌啊，比例比较大，有不少是好的。这方面孔子的他的见解呢不太对啊，但是也不能说绝对就好的。这我们正身我们现在不能全看到。可能有一些真的是不太好的，就没有收录这个《诗经》了。下一章，子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一方面呢，这个人呢要想一些。跟自己比较切身相关的事，但这个远近呢，它是相对而言的。有一些它看上去比较远的事，它如果它迟早会影响我们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去想哦。如果你不想的话，那你的这个忧虑啊，也就难以避免了。因为你以前没有远虑，你现在就有这个忧患了。下一章。子曰：“已矣夫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就好德的人呢、啊、太少了啊，就是这个程度哈、啊，就是有一些好德，那你这个程度不高了，也不叫好德嘛，对吗？就那要像好色那样好德。下一章，子曰：“臧文仲其窃位者与，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利也。”臧文仲呢，他是执政的大臣，这有两个方面，我们去看范祖禹哈。如果你不知贤，就是你啊，你这国家里面有一个贤人，你不知道有这个贤人，那你是不明；如果你知道，你不举荐他，你叫避贤，嫉贤妒仁，不明之罪小，避贤之罪大。那么臧文仲他知道柳下惠是个贤人，但是他不举荐他，这就是个大罪。那所以说他窃位哈，这个是位素餐呢、啊。下一章，子曰：“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自厚呢，就是对自己啊要求高；薄责呢，对别人要求低。这样呢，你别人就不容易怨恨你。这里要注意哈，这个人呢是指常人、大众，不是指朋友之间。我们对朋友之间，我们反而要求是比较高的，我们希望对方进步。但是常人呢，他的这个。境界也比较低，你要循序渐进。你一下子你就拿要求你自己的这个要求，你去要求别人，别人也理解不了，也达到不了。你让他慢慢来哈。下一章，子曰：“不曰如之何？如之何者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如之何啊？如之何啊？就是深思熟虑的样子。就说呢。有些人呢，就做事呢太莽撞了，这种人呢成不了事啊，他没办法，就是要坏事的。子曰：“群居终日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惠，难以哉！”就一些这个人呢，群居终日啊，就成天同大家在一起啊，他说话呢又说不到这个道义上面的事情啊，大义他就不知道，就是。但是这些小小的这个，小小的聪明才智啊，这有些小聪明啊，对吗？这种人呢，无以入德啊，就是这种人成不了有德之人呢、啊，就迟早有害。你看他现在没有害，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害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候啊，这些人就会那个背信弃义了啊。下一章。君子义以为志，礼以行之，训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在。这个孔子是说这个君子的四个方面，也就是说呢，义、礼、训、信。义呢是志，他就是本质、志干，它是主要的哈，主要的。但是要用礼啊，要有结文啊，要有结文，要有礼来节制啊，文饰它。然后呢？出呢，就是我们在行事的时候呢，会言行的时候要比较谦逊啊，从人相处，信以诚之，在做事的时候我们要诚实啊，诚实，那么就是君子。这个义呢是为本，义是最主要的。下一章，子曰：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”这个是重出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